我2016年最大的收获就是人气，在 YY 处直播创作了多首《威武山雪村》的喊麦词，不仅宣传了咱们雪村，还增加了收入。2017年，希望我们雪村越来越火，希望我的直播人气会越来越旺，受到更多的人关注，收入越来越多。新的一年即将到了，我祝全深工人吃不愁，穿不愁，不住平房住高楼，财源如同长流水，生活如同锦上花，大财小财天天进，一顺百顺发发发。